讲的时候你忘了吗？对，是忘了，就多听几次就记得了啊。嗯嗯嗯，啊，就记不住嘛，多听就记住，记性不好。是啊，是这些事是这个是实证来的。尤其比如就是说，我以前这个耳朵啊，我听见大悲咒就觉得很好听啊。第一次听，咦，谁唱的？谁唱的大悲咒这么干净唱的？哎，这个歌星是谁？就百度搜这个唱的歌，但是刹那之间，因为你在修平等心嘛，刹那之间你就知道耳朵着相，你知道，一刹那之间。听到，当你觉得你耳根着相的时候，当你因为你的定力当时已经练得有一点了嘛，你刹那之间就觉得有一股气运从耳根上退潮了往下走，你甚至感觉到有一股能量从耳根上清静下来，就刷就聚到海底轮了。因为对我们人类来说，可能就是觉得海底轮是就是海底轮是气运升起的地方，就是觉得这一块刷就聚下来。然后你同时再听，哎，没有什么，这个大悲咒跟唱那个流行歌曲跟唱外边的风声雨声是一样的，你突然就觉得耳根清净了，就是觉照，知道吧？刹那之间那种觉照。然后你还是爱听大悲咒，知道吧？你经常你开车也是放着大悲咒，你不是听其他的，我是举个例子啊。现在大悲咒也不听了，但是呢，但是你会知道你的耳根开始清净。哎，你清净了，你不代表你，但是你没有觉照到你那一刻你是带着情欲，而且甚至你会想，哎，这是谁唱的，甚至想去见一下这个唱歌的人，想去就像见人的粉丝了，偶像嘛，哎，甚至把那些想听哪个歌星唱歌把他捧为偶像，然后呢把他叫老公，你看微信圈就是那个偶像叫他老公，然后呢老婆老公的叫好啊，就那个歌星还没唱呢，一往台上站大家都啊都疯了，是吧？他真的唱的，我不当然不是说人家唱的不好，但是你是否有一天你看看你的耳朵是不是很不清净？而那些小歌迷啊，小粉丝，他的偶像那简直就是神，知道吧？回家他妈说一句话，讨厌的要死，他妈要该骂他偶像，你知道，回家跟他老妈拼了。但是呢，老妈循循善诱的话永远听不进去。他妈还得变成偶像唱，知道吗？变偶像也不行，知道吧？为什么妈妈的话那么爱你的话，你就觉得耳根是浑浊的，你就听那个偶像的那种声音？那个偶像的声音比你妈的声音真的好听吗？还是你妈真的打扰了你的清净？耳根载物，知道吧？耳根载物是什么啊？载物，你带着情欲在听，带着所求心、所得心在听，这个情欲里边包含着很多东西信息的。如果你觉照到了你的不平等心，一下子就清净了，觉照到就很容易清净。但是这个刹那之间能清净，这个是因为你曾经修行过，你前边有止力有定力的时候，你刹那净化。如果你前边没有的话，你觉照到了也得一段时间，修一段时间。哦，另外像这大悲咒啊、楞严咒啊，这个加持力怎么理解？因为你确实很多人都劝我说你持一下会背的话功德无量了，但我就不会背，所以曾一度为此挺纠结的。诸佛的咒语叫真言，真言是从空性里流出来的，我们现在说话是有分别心在说话，你说的不是真言，所以诸佛菩萨的话是真言，所有的咒语叫真言，真言就是他在圆满的境界里他从空性流露出的东西，哎，它的振动频率包括它的宇宙床，有些东西是不可思议的，从空性流露出来的东西，包括楞严咒，它就佛的顶上的化身，化身佛说出来的，化身佛离一切相，知道吧？所以它能摧毁一切相，所以你看楞严咒它叫正中之王，它能摧毁一切，所以你看楞严经里边摩登前女跟那个什么，它是用古梵天咒把摩登前女跟阿难控住了嘛，就是摩登前女跟他妈用古梵天咒把阿难困住了嘛，那楞严咒一到的时候就把他那个咒摧毁了，知道吧？要一物降一物。为什么楞严咒这么厉害？因为它是从佛的顶上的一个化身佛说出来，这个化身佛离开在顶啊，这是成佛以后才有的境界，化身佛的境界啊。你一般这一块打不开，就梵顶轮嘛，化身佛说出来，这个顶上的说出的真言可以摧毁底下三界六道一切相，你这个身体就叫三界六道。
摧毁一切小，他不只能摧毁梵天，甚至诸佛菩萨、登地菩萨的咒语他都能摧毁。就说如果是当时是登地菩萨或者阿罗汉的咒语，这个楞严咒都能摧毁他。他破一切相啊，这个咒，所以他就叫咒很厉害啊。他一切二元对立的相都会破啊，三界六道所有的相唰就全破了嘛，啊，摧毁一切，所以很好啊，很有力量啊，知道那是那叫真言，所以比你念，念你自己的名字好一点哦，是吧？比你说这个世界无所。对，就不会迟，所以就难受嘛，就觉得哇塞，慢慢的力量，慢慢的记嘛，是吧？不，我也不会记，我也没背会。如果你了悟空性之理，自己持呗。自己留呗，所以也不用持了。但是呢，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有些咒语即使卷六字大明咒最低也六个字也能背下来，是吧？好记啊，大悲咒也不多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说修行，你说发心，就像我也没背下，这叫做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你们背背是可以的嘛啊，其实我觉得你们背背呢，第一是护持护法什么，就是能够护持自己嘛。因为你们没我厉害嘛，说句老实话，所以我不背可以，你要背，今天开个玩笑了啊，你厉害，然后楞严咒，你看哎，背大悲咒背楞严咒，你知道怎么背吗？啊，不要刻意背，你知道就像大悲咒，你每天早上起来认真的把它读一遍，每天只要每天背，每天记，不用刻意的记，你就读，读得顺顺的，读得很就读。每天读个一两遍，每天读起来就读，起来就读，读读，你一段时间以后你记住，你肯定记住了。你就读，往下念，念完就差不多了。而且楞严咒很好记的，你别看两千多句哈、啊，两千多字啊，但是很多句子是重复的。就是怕重复，是吧？反反复复重复，记住一句全记住了，差不多。所以很好背啊。不过这个不用烦恼，背不下也不影响你成佛啊、哦。你烦啥呢？就一烦我就赶快规避了。所以我也不会背大悲咒，我也不会背楞严咒，我会念。但是呢，我也不敢跟人家会背的比。人家来说我会背楞严咒，我说我不会，你厉害。我会背大悲咒，我说我就会六字大明咒，是吧？所以你不要跟人家会的比。人家要是说我会，你就觉得你厉害，你厉害，就这样子啊、哦，好吧。但是多背点咒语好一点，因为其实市面上流行的就这几个，还有什么准提咒啊什么的，这些没几个咒语是吧？但我就想，我不能挑微拣瘦啊，我背一个。你要求证无上正等正觉的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喽。